后备箱里面去，直接摆到店里面。昨天晚上我们下班回到公寓门口，然后我老公看到垃圾桶已经缩发，就看着挺新鲜的嘛，然后就给抱回来了，放在店里面。我们都结过婚了，无所谓，情人节嘛，也就一点仪式感，转个红包就好了，要花那个也没啥。花挺新鲜的呀，也不是说那种特别脏的呀什么的，装饰一下也挺好看的呀。听叫口音呢，不是常州人啊，我听的好像是安徽口音啊。老公去垃圾桶捡花送给妻子，人家还有车还有店，证明也挺厉害的是吧。评论的说呀，说那个扔花的人是不是没表白成功啊，气坏了。评论不管花哪里来的，有人送就好了。评论这是过日子的一个好人。评论这还宣传啊。评论人家不嫌弃，评论区的人都急眼了啊。为什么说这还宣传呢？大概的意思就是太匮乏了嘛，是吧？人是好人，但是太匮乏了不见得是好事啊。啊，这个太穷了要问责，问谁啊，要问责就业呗。啊，朋友们太穷了。